哇，杰诺斯又来了，今天到底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呢？杰诺斯，什么？昨天说要放洛克人了、啊？我的天！哎呀喂，哎呀喂！杰诺斯就是这么帅气啊！刚刚是游戏的特效，还有这么多的土龙。然后洛克人要来变身了，哎呀喂，哎呀喂喂喂喂，感觉洛克人真厉害，旁边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狗狗乌克高跟他的弟弟。 OK， 本片开始。好嘞，开始了，要来打架了。我在竞技场发现了一个九十几万的战力，是比我们高了七倍多，然后他也有杰诺斯啊。我想说我想打赢他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装备，先回去一线好了。来喽，很多，这个先看看有没有办法开到我们要的英雄卡。哇， A 级用不到，这账号不知道运气怎么样，开一下哦。攻击攻击 percent， 哇也不好，攻击攻击 percent， 生命免伤率感觉有点非洲。攻击攻击，要换线了要换线了，这东西太差了，这太差了，怎么会给这些啊。再来，哇，攻击攻击 percent 啊，来了，攻击攻击，少一个 percent， 攻击攻击，不然就是攻击速度也可以，生命速度。再来攻击攻击 percent，要打架了，快点啦，不要开玩笑啊，都不好哎。鞋子我们有啦，衣服啊，这个也可以，还是没有攻击太少了啊。又是鞋子，不行啊，再换到六线好了，加油加油。你看非洲账号就是这样子吧，东西给的很慢。哇，这个账号是废掉了，这废掉了，基本上都是混血儿。终于有了，有一件我就很满意了，也不用多了。然后这个先给他往上叠了，强化，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杰诺斯给摘下来。身心一颗两颗，十五万，再强一点，十六万，来一点碎片。这个给它穿起来，然后血量可能也不够，血量要穿一点。还有一个速度装嘛，这边好像有一个速度嘛，攻击攻击，刚好这个下面这边有一个速度的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往上弄，还有这件也往上弄，这个一颗两颗三颗四颗，先到五颗星，生命值也加一点，然后出发，等一下静观其变，看怎么样可以把它拆下来。这次金石过多，二十六万，月战四倍，开始战斗。我就不信杰诺斯打不赢，哇，他速度比我们快啊，这么厉害的、啊，三百三十万，哦，谁先斩应该就是谁赢了。那我们这个速度要起飞。现在战力先往上堆喽，二十六万。好，狂人等一下回来。目前攻击力八万八，速度到了三百七十七。我觉得我们速度是比较快了，这场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。战力也到六十万了，这么高哦。然后这个阵容目前是这个样子啊，看起来问题也不大。好了，这场应该要赢了，我应该是更快。啊，但是是一绝，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二绝，先看一下一次觉醒，杰诺斯。也有了三百六，他刚刚也是三百六哦，他这个血条还没扣完，还能再扣吗？也爆了，哇，赢了！那我们要再打一个更强的啦，又来了波罗斯呢，啊，这个有看头了吧？杰诺斯对决波罗斯有看头了吧？打不赢就二绝嘛，看看一绝跟二绝差什么地方。啊，你除了打三只灼烧之外，啊，又变得更多，变成全队的，后面的爆了，看波罗斯血量哦，乘以六，乘以五。还没有停住了，哇，这个可能波大王炸过来要倒喽，
这第一下问题不大，第二下呢，先去装一个人血卡看看，2000万倒了，人血卡可以再多打一次，我们去给他装上去，杰诺斯嘛，然后我们科技好了，给他装上去，人血，颜色比较不好看，紫色的，好像有一些还是蓝色的样子，还有一个 OK， 这个也启用了，然后启用了之后呢，再回去瞄一眼看看那个普洛斯，我们再多打一下啊，多打一下看感觉怎么样，然后不行就马上送去二绝，他前面很快后面就爆完了吧，然后搭配乔泽这一次好像还打得好一点，哎呦差这么多啊，你多一下人血他直接爆光，哎，有够扯的，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要我们二绝啊，还没有人需要我们用二绝是吧，往上一直嗨呀喂嗨呀喂，没有对手啊，完全是没有对手啊，不是开玩笑了，25万原子武士，原子武士开局会斩的，看一下原子武士效果怎么样呢，好像杰诺斯有点强哦，我觉得有点强哦，比昨天强啊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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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可以啊，啊杰诺斯变强了，一个原子武士都还没有二绝就爆光了，没有对手了，来了又来了，哎这个不好说咯，但是我们速度也是有安排的，也是最快，但是原子武士要斩过来，上面还有杰诺斯四颗星，哇那遇到这样的对手怎么办，我们是不是没辙了，我得再把面板打开来，这个角色讯息看一下好了，为什么他是有瞬伤闪避吗，我忘掉了，非暴击减免的，他一个非暴击减免的啊，就这样子啊，那觉醒技能的话假如强化引爆本来是三名，然后我们变成了全体，原本的引爆伤害 40% 还是 40%， 好的一样的直接给他点过去了，哎呦这样子会不会就打得下去的呢，啊原子武士会发招，我们是应该是没有办法，好再来再看一次，他可能撑不下来啊，他什么防御也没有变强嘛，啊原子武士还是很讨厌，这一次还是倒了，血量不够，哇没办法，原子武士打不赢，不知不觉就二绝了，让我们先往前爬好了，看还有什么对手，把青铜组冠军给拿下来，72万，崩普老头，我猜老头应该是0.1秒就直接爆了，应该是这样子，你后面也是一样，马上就爆了，都二绝了，六只起稍微怎么样子呢，哇600万哦，真的秒光，哎崩普还闪避，这闪避没有用啊，你持续伤害没有用啊，曝光了，秒杀，今天都在玩秒杀秀，这样就对了，这个才是所谓的青铜组冠军，不要每次上来都这样子，哎你看我看你的，又是这个牙签，同个人，可恶啊，又是这个牙签是吧，好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巡逻去看一下，12万有水龙啊，这水龙可能脆皮啊，战力太低了，还没有发招应该就倒了，还不止水龙，还有一个二代的龙卷，崩普盾牌完了，水龙引爆，引爆完了，他不去开了，可能还不能打，这个是连环爆，这跟弗雷姆一样的意思，没得打。再往前冲，163名，19万，162名，展示区再看一下好了。第一名、第三名是50万，没得打了，这是第七名，没得打。OK， 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世界频道好了，找一个这个92级170万，然后他有这么多只啊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实验对象，来求普罗斯的碎片，哎呦温德的速度很快，我们刚好放对面啊，我看一下好了啊，疾风温德，哇还是有点脆皮耶，哇哇哇哇，他普罗斯怎么会打到7000万啊，他不是才100多万的战力吗，
我们看错了吗？我先躲起来。对对，他破乱世怎么会打那么高啊？刚刚是这个吗？个是百千万啊，他是1700万啊，我自己看错了。完了，不行了，这都太厉害了，这80级的呢，这44万太低，还在笑人家太低。81级，128级，没有对手啊。103级，这个可以看一下，他是杰诺斯，算了，没得打。117级，这玩毛啊！哎，我们看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观看这一方。哎呦，即时对战呢，还蛮有意思的嘛。左边是挂了杰诺斯，右边也挂了杰诺斯跟居士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到底差什么地方。你带居士，右边是带弟弟王，哎，这个战斗还蛮有看头的嘛。右边有居士，又多一个弟弟王，哎，那么凶猛的吗？10条，我都好期待弟弟王再回来，结果还真的有人去选了，一个特化灼烧堆得满满的。杰诺斯十管血哦，左边的 King 有十管血，看一下哦，左边的 King 有十管血哦。哇，哎，弟弟王起飞了，这怎么玩啊？哎，真的是有点夸张啊，这真的是有点夸张哎，只要速度一快就死了，这怎么玩啊？这里也有，又说打个毛，他是输的那方，看一下他是什么阵容。啊，左边的话，派温德，右边的居士，左边挂杰诺斯，他只有一个杰诺斯，右边的话是，哦，右边没有杰诺斯啊，那这样的话左边是怎么样子？哦，也有杰诺斯，你就是多一个居士而已，跟刚刚那个不一样，你右边多一个居士会怎么样子的？应该胜负就直接出来了，你没有在看这些的，而且这次左边速度比较快哎，你吃被动技能嘛，给他咬过去嘛。所以两个开局的时候，啊，杰诺斯速度快是打过去的啊，但他没有居士，他没居士差多少呢？居士是不是要起飞了呢？这次伤害在即时对战里面，狂雷看不出来有没有，但伤害好像是没有打出来。好，杰诺斯释放了，还是很缓慢。你，哎，谁先出招谁就赢，你有居士还未必有用。可是刚刚那一场也是一样嘛，就其实说应该是速度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速度的关系，然后还有一个场是什么？这是怎么样？这里看一下好吧，好像蛮好看的。他说改节增强，这不是改节，这个更新的了，这不改节。右边、左边是没有杰诺斯嘛？这就对了嘛？就居士对杰诺斯嘛？他说这个改节增强代表打不赢嘛？可是左边的速度比较快，你多一个杰诺斯基本上就赢了。那速度快能快到什么程度呢？对不对？你左边你起飞了之后，你目前是这样子，加一个开个连击中响，那个血条有点莫名其妙啊！那血条怎么会这样子啊？那么多条一下就给他空白都给他打完了。是吧？左边是10条血 ，King 有10条血，郭大王这次伤害有了，真的是有了，爆了不少。然后右边的杰诺斯还活着，搭配居士是不是一下就秒掉了？哦，左边的速度有优势，目前还是挡起来了。换右边的，换右边的。结果青铜组跑来看即时对战也是有点依据的。哦，你这次十管血的 King 会倒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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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给你扭转过来了，你后手的话打过去还是赢了。啊，这个胜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这可能是必抽角色了，这样子玩也不大对。你这个要去打改杰，这个不是改杰，被他带风向了，这个是叫做 UR 杰诺斯什么改杰啊？改什么杰的 UR 杰诺斯啊？这 UR 杰诺斯好像还是有点强哦，有点东西哦。
特效也是蛮好看的，欸，拿了武器可能更好看。知道了，你们是不是感觉也是跟狂人说的一样？是不是？啊，这走路也是很可爱，然后他的手有电嘛，就以前的角色都没有做这个电，现在可能营收的稍微高了一点，就加电上去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跟他这个再强化一下，然后明天我们去白银组晃晃吧。然后这个杰诺斯还是蛮厉害的，很可惜。我们应该要去搞一个东西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哦，招募这边他还很有意思，他特别去把卓越卷，我是应该是要拿这个了吧？有没有？然后我已经65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去搞一点卓越卷回来吧。哦，狂人去弄点卓越卷回来，等一下见。好像说的自己很会搞东西一样，是吧？就搞半天，我现在先弄一点嘛，不行的话我们明天狂人去把它造出来。是吧，我这都弄了4张而已啊，到这69张有没有办法？弟弟王先出来啊，这赶快要出来了，这马上是烧烧热，你没有带个弟弟王威风怎么行啊，对吧？哇，结果跑出 SR， 我觉得可能要申请换线哦，因为我们的张数不够，可能要回去一线比较保守一点。这个还是够狠的，67 80，确认心愿清单是弟弟王没有错，68 80，先下手为强。来，还是没有69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你们等狂人一下，狂人去弄一点东西。这有一些啊，有收一点小额的。那你弄了，现在狂人又凑了5张了嘛？对不对？我看看有没有嘛，是吧？69 80，5张也74了，要拉到尾了，不要拉到那么后面了。对不对？那个重点活动来搞完送个弟弟王嘛！啊，这个还少一个怪人石，不行不行，还是有问题。哎，3颗怪人石还差1颗，先把这个弄一弄吧。先把它有没有盾了？还是没有。再来，哇，没了，74 80。然后我们这边还可以再换一个，要保底了，要到保底去了。这边还有一个石头，刚刚应该不要乱换。我到底在干嘛？是不是74 75有没有？真是够狠的，真的是够狠的，75 80。然后我身上现在有3颗进化石，这里看可能道具旋转太慢了，找太慢。啊，我们 SSR Plus， 然后啊，先随便选一只怪人了，1 2 3嘛，3颗嘛。还差1颗哎，节日好礼还有吗？没有，进化石。哎呦，这个有送卓越卷哎，3条连线，要牛奶可以点亮，可是我们现在只有1个。好，这个有每日任务什么的，消耗体力又送牛奶啊，然后消耗钻石什么的啊，礼盒，牛奶。重点是有没有进化石，没有进化石啊，这个也没有，我要前面开一开，敲一个先。好，没有关系，这有黑卷，这还有一个狗狗侠。哇，没关系，狂人再找一下好不好，狂人再找一下，这个都重置了，这个礼包我都领了。好，狂人再找一下。OK， 影片告一段落，我去想一下，还哪里还有一颗？杰诺斯真热门，我们明天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哦，4天后啊，还要等4天呢，你们要等吗？